主料：猪肉100克，包菜100克，面条100克。辅料：油5毫升，盐5毫升，生抽8克，蚝油5克，十三香6克，老抽3克，葱5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猪肉肥瘦分开切，包菜洗净切片，另起一锅，可以下面条，炒锅放少量油，放肥肉下去炼出油，炼好的油可以倒出来炒菜用，下葱花和瘦肉炒出香味，炒至瘦肉发白，放少许老抽调色，倒入包菜，加生抽蚝油，十三香调味，面条捞出，倒入橄榄油拌匀，防止粘在一起，把面条倒入炒好的菜中，放盐翻炒半分钟，一碗香喷喷的拌面就做好了。烹饪技巧：肥肉可以多炼一会，炼好的猪油可以留着炒菜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